哟，这不是我前女友吗？你竟然也能来这种高级餐厅？服务员，来只帝王蟹。请叫我经理。一上来就点掉人家半个月工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那么虚荣？什么螃蟹居然要几百万？吹牛谁不会？这些你们吃得起吗？吃不起就麻烦左转出门，那里有99的自助餐。就这些，抓紧时间上菜，到时候看你拿什么结账。南极金枪鱼，金箔鱼子酱，澳洲大龙虾。你这都是什么？金枪鱼给上个鱼头，鱼子酱跟糊糊一样，还有这澳洲大龙虾，不拿放大镜我都看不到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说的好像你见过真正的澳洲大龙虾长什么样子似的。赶紧结账吧，一共322万。这是一颗价值1500万的黑钻，你再给我找1178万。你耍我呢？吃霸王餐还想让我给你1000万？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？不想找也可以，剩下的就当做你的医药费吧。医药费。助けてほしいか。